运行保障方面，七月份共保障各类飞行37万班，日均11941班，日均同比下降30.3%，环比上升10.4%，全国航班正常率为85.6%。影响航班运行的主要因素为天气等。受雷雨天气影响，各机场共有7329班出港延误，277班返航备降。截至8月12日，共计93家中外航空公司，其中国内19家，外航74家，运营187条定期国际客运航线，每周执行210个往返航班，与50个国家保持定期客运通航。较疫情严重时期，已于20个国家恢复定期客运航班。